欢迎观看力的数码最新 U-Meta 智慧绿箱天马跟踪系统。在元宇宙引擎实时光线追踪技术打造出的难以分辨虚实的三维空间中，实现轻量化拍摄跟踪，只需摄像师手持稳定器和摄像机，在一键光学标定后，即可大范围调度摄像机，使抠像人物与逼真三维场景实时完美交互贴合运动，超低延时反馈，画面清晰输出，前后景部穿插，跟踪效果稳定，如真实演播室拍摄般自然丝滑。同时在 3D 光追色键加持下，对滤箱进行三维重建，自动修复滤箱中杂景，一键抠像分析动态光影分布，捕捉主持人在滤箱中的投影、接触阴影和头发边缘等细节动态。内嵌力的自研板卡支持单机三路抠像跟踪以及双通道渲染输出、多路录制推流等。轨道摄像跟踪配合立德自主研发的控制跟踪双向协议，只需一套操作界面即可完成导轨的运行跟踪以及虚拟场景的摄像机同步跟踪、在线包装、图文字幕和大屏幕视频等所有控制，以不进时间线形式多个设备联动后单次点击同时操作，单人便可完成跟踪节目的所有制作内容。静音电控轨道配备了 PID 算法优化，实现对轨道运动的控制无境差，达到真精确级别。摇臂跟踪得力于立德智能电动控制系统，可预设多组运动轨迹，实现拍摄时联动。凭借远程遥控触发驱动电控摇臂链机，实现复杂的动态组合拍摄，打造高规模节目制作的稳定拍摄跟踪过程。U-Meta 渲染器支持如真实世界般的虚拟场景，虚拟光线会投射在三维包装与抠像人物上，大到光影交互效果。三维场景自产支持色彩校正、景深、运动模糊、泛光等调整。无论有轨与无轨道跟踪过程中，软件都配备 Arukoma 实时姿态估计算法，机械传感数据智慧融合，实现摄像机跟踪全程的实时稳定和抖动抑制。U-Meta同时可提供数百套超真实公用场景资产以及定制的独占场景。立德数码一直致力于提供各类视频解决方案，实现最顶级的节目效果，通过最简易式的操作。